天是一个创作比赛的这个 roadshow， 当然要带来自己的创作。好，今天准备一首天蓝的歌曲。好，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，叫做《让我们走》。去年的这个大学赛的时候呢，也带来了这首歌曲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不懂为什么我很心动，我也不懂为什么你不在我身边，为什么还记得去年六月你和那不想分开，会记得我还是无法释怀。